岁月如梭，四季变化无常。当你想独自一人远离尘嚣，寻找一个充满灵性的森林宝地，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土；当你想带着一群亲朋好友，找个能够欢乐放松的大自然游乐园，那就走一趟嘉义中埔的八宝寮休闲中心吧。这里有五星级的饭店住宿设备，高贵不贵的养生餐饮，可以悠闲享受房间里的牛奶浴，再来个麦饭石能量岩盘浴， SPA 水疗池泡汤，体验健康优雅的人生。看我们的帐篷酒店，而且如果那就走一趟嘉义中埔的八宝寮休闲中心吧。在这里可以露营，欣赏日出、蓝天、夕阳、星空的美景，入住帝王帐篷、蒙古包，感受天人合一的乐趣。 是很多网友说推荐的圣地，不来不行。那就走一趟嘉义中埔的八宝寮休闲中心吧，到天师寺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指引跟祝福，到多宝塔品味东洋风味的宗教文化氛围，让生理跟心理都能平静自在。让这里的花花草草、清新纯净的呼吸，带给你身心灵放松，充电后脱胎换骨，变得更阳光、更快乐、更有活力。进房间喽！走一趟八宝寮，保证不虚此行。